啊，我没换衣服。可以呀、可以呀。喂，有喂，了，有了，有了。喂，有人在吗？有有。他在骗我们吗？没有了。他应该有这边有一些问题。喂。有吗？喂喂。走了。怎么会这样子？开台啦！喂。今天是一个难以沟通的一天，真的，随时有可能消失的一天。开啦开啦 ，Hello，Hello，Hello， 有吗？哎，还是你的耳机做错了？就弄半天是耳机爆开是？哇，结果是耳机出问题。耳机记得开哦，还有，印象不到是耳机的问题，想不到。还是他没有跟他麦克风距离 1.5 公尺哈哈哈很远耶、欸、我距离 1.5 公尺我都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我讲话了我麦克风可能收不到咯太远了小喊的1.5 我大概要这样子讲话吧太远了太远了没睡觉包现在睡啊有啊但我一个我拉一个聊天室好像很远杰克杰克是你讲两句话看看你讲话爆爆的、欸，你猫很慢很爆，今天很大声耶，有一点。哦、我看一下啊、哦，你大声些啊！对啊，你大声些啦！小啦你大声些！哦，他调到我麦克风了，哇、哦，变好小了，那小嘞，这样嘞，又变有点小，多小了，这样这样是正常，这样是正常哦。哦，厉害吧？伸缩自如哎、欸oh, ，OK OK， 好的，好棒哦。是不是、欸、我现在没睡觉要被公开出品、欸、不是、欸、一段时间啦不是我卡住了完蛋了 我床可以打掉但是不能躺、欸、那就是你在累了、啊、那就是你在卡、啊、你重灯看看你是不是在好你在 你卡了好、嗯、你出去了你卡了你出去 你出去了有可能是坐在椅子上之类的啊在那我刚是灵魂下来而已，是不是？对对对，你跟刚刚也是一样耶。灵魂下，灵魂出窍的状态。出气球 ，Go Go Power Ranger！ 哎呦喂呀、啊嗯，我哪里？我是谁？你哎呦！哦，你刚刚真的是灵魂出窍哎、欸！哦，之前有这个吗？有啊啊，一直、啊、有啥都有啊，打怪会有个数字出来啊。有啊，哎、欸，为什么我之前从来没看过？你都在家里，之前是把它关闭，拔掉了，之前拔掉了，对啊，之前没有，之前拔掉了，拔又装回来了，嗯，哦，大概有两，哎、欸，好久没出现了，对，那时候因为那个宠物吧，宠物关系，就是跟着一起先拔掉，哦，对，宠物还是回不来啊，没事，没事，还是会卡，是不是？对，嗯，没关系，你的卡。对，还在卡。我的小雨，我好难过。大家更难过一点。今天又有人停电哦。有、啊、有有，今天有人停电，啊、今天还有停电，还有停电哦。因为今天有一组机具有坏掉。我的天！呀、哦，只有那边停吗？还是就是全部轮流停？我没有哎、欸，我也没有停啊。可能是我也没有停。小部分吧、嗯，搞不好就是他们那边变电箱爆炸之类的，应该是。如果单区变电箱爆炸还是类的，电费没缴。哦，没有没有，我看到有那个哦好新闻，好可怕、哦。哎、嗯欸，所以可能今天在哦。啊，我今天在啊，我今天我哪敢出去啊？我敢在家呢，回家，回家。吓吓，今天大家全员到齐。耶、yeah, 欸！哎、欸，今天呢、啊、有活动哦，什么活动？终于有活动了。今天我想尝试看，我们大家一起来盖一个密室逃脱，感觉会如何？密室逃脱，密室逃脱，一人用一关吗？那种感觉吗？嗯，酱油是听得到吗？他听不到我们讲话。
他没办法，他讲话讲不出来，是不是？他刚有讲话，我们有听到，他没有听到我们讲话。对啊，他的连线品质就是连红格子都没有。PC 整个登出重来也没办法，那看要不要重开机看看。重开电脑啊，重开电脑好了啦，嗯、重开电脑最快。如果你听得到的话，我打字了，我打字了。能打字吗？哎呦，听得到。喂。他听不到，他听不到，我们讲话，我听不到，他听不到，他一个人霸凌我们其他人。哎，我听得，我看得到你们格子在亮，可是我听不到。啊啊啦！被拿走了，电脑，要重开了，重开电脑比较快，重开电脑看看，重开电脑吧。不对，他听不到我们讲话，你只能看打字。有打字，看到，有，他有看到了吗？有 ，Can you see？ 他说：“好，等等回来，等等，好，好，那就先自由活动，好。所以等他回来再详细讲嘛，对不对？好，对，对。那可以先买吗？先买。你说先买彩券吗？彩券啊，券。等一下我重置了，先不要买啊。好，买了就亏钱，买了就没钱，买了就没钱。哎，哦，这个。”我刚刚讨论是不是说什么买了就魔机？对啊，就魔机，这到底是哪一个旧呢？是买了就真的没钱了，还是买了就没钱啊？真的就没钱啦，就没钱。买了就纠集，纠集，有一个意思就是很没钱，一个是就真的没钱了，可能是真的没钱吧？就魔机啦，就魔机，没有给你了。啊，没有，没事，没事，一个是15块嘛，我那你可以补给我，你再补给我，再没有，我快帮你再买，我快帮你看看钱来给我。没有啦，没有啦，错了。那现在可以买同一号吗？还是不行的？啊，不行，不行。后来想想，不要比较好。同一号是什么意思？同一号怎样？两倍哦。啊，之前讲过，就是说这样，同个数字可以买，然后就是平分的。这样不好玩啊！这样等下全部人都下同一个，全部人跟酱油买，酱油买总的来说。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万一有人针对另一个人的话，每次跟他买就是买，不一定要跟他同样的。你说跟吗？对，他就一定会就变成每次中奖都是一定是只剩一半。对啊，好难过。这样其实就是那个有一些人就可以刻意去害人，好像不太好，这样不行，他哭哭。然后有一些委托任务已经价钱又升级了哦，开启任务喽，海灵魂星，今天的哎呦，大早大头菜24块，好贵，好贵。上一次有买的都有赚，杰克赚翻。我应该买了150颗有吧？好多哦，赚翻。我没有，已经没赚死了啊，全部都投资在那里了。所以你打副本就赚回来了。那是哈，你要去尝试哈基那一种副本。对，试看看。我感觉要多准备一些汤。哦，有人疫情关系，他的娃娃机场八场暂停营业。哇，这真的是蛮尴尬的。其实开店的应该都有感啊，直接大家都哇，转团没事啊，无主说话了，评价积累考啊，刚好还不是刚开业没多久啊，没有错啦，错了，都要爆炸了，没事转团，没有，希望是真的没事啊，嗯，目前看起来那一块是还好，对啊。只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还是叫大家尽量不要出来啦，对吧？是不是？所以就是其实基本上大概是三分之到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程度一天，哇，跟之前比起来，哇哇，哎呀，差不多啦，很亏啊，嗯，你们会感觉到一点点卡卡的吗？有，会啊，一点点而已，还是我刚刚整个卡住，卡了两三秒吧。是因为有时候我在读 reload 的吗？没有，今天好像本来就一直都会这样一点点。啊，怎么我今天我还好，嗯，就是一点点啦，没有到很严重的那种。我刚已经卡到灵魂出窍了，我不知道说。哈哈哈哈哈！灵魂出窍，你住地府灵吗？对啊。我 reload 的，嗯，好，阿旺，哎，你上次。
那个一等的那个都是四个而已吗？唱片四个，想一下哦。尝试一个东西，我发现好像有一个小 bug。好 bug 哦，什么 bug？ 我先观察一下，我观察一下，看一下。喂，我叫志博，来来来，你回来了。哎、欸，我终于听到声音了。好了，我开机就有用。哦，太好了！我刚刚以为我要自己跟自己说话。恭喜！太好了，啊、我刚才进进出出的，进出出，进进出出，你要也还越喊越虚是怎样？OK， 要登出了，要登出了。我要换我卡了。啊，他进出了，不是换换你要进进出出了。啊、我比我几率吸血是 20% 嘛，对，然后会有音效对吧？音效，好像有。那我现在每砍一下100%，拿一把吸血剑试试看，因为我现在随便砍都是每次都有音效。我看看啊，之前是正常吗？之前就正常的，就是偶尔才会有音效。哎，邪剑的 meta， 哎，邪剑的 meta， 等等，哎，等一下，这我调到了，副本没更新 啊，你刚离开，因为刚，哎，应该我刚没有啊，我刚在啊，然后哦，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好，那啊，好了，你的剑应该是那个了，好，看一下，啊，副本，你的副本没更新。我还是一样哎，你今天正常了，正常了。刚刚在买彩票的时候，你就说你你谁？有啊，在啊，在啊，我在啊，我不是还跟你讲说那个价，他跟你说价钱。对啊，那你为什么没更新到？那就是其他人站上去看看。你是站上去上面写说你挑战过了，今天你挑战过了哦，你也来看看。啊，我也是。好嘞，嘞嘞。对我也是挑战过了。我看看，我看看，他其实是这，他其实是这几天把那些包拆成不同的，对，就是拆成分开来，嗯，所以有一些变动啊。好，辛苦了，乖乖，看到了，是不是要放乖乖了？哎，放乖乖，然后放 A 零子嘛，对不对？好久没吃乖乖了。哎、欸，所以你们有要再集合再讲那个吗？啊，对啊，对啊，可以啊，对。没事，不用集合了，就这个直接。哦，你要直接说啊，你直接讲。哦，等一下会有一区啊，大家可以就是里面会分九格，然后会有门这样子。那就是到你这一格的时候，你里面就要设计一个类似那种密室逃脱，看你是要抢钥匙啦，还是用机关啊，都行。嗯哦，对，然后等一下再，我们要下一次再玩，还是要这一次结束玩玩？你要看一下你半长度吧，设计规模，你要看你设计的规模，还有你里面摆设要不要精细，还是就纯粹就是给大家看机关？如果要纯粹摆设，我觉得要下一次再玩。好啊，那就下一次好。好，那等一下我弄场地出来之后，大家下一次就两次两周的时间去盖，然后大概在下一周的9:30开玩。好，哎，对，所以是每个人盖一段像龙舟那样，就对，应该对对对对对，嗯嗯。啊，这个的话，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对，没错没错，完了他断了，他不见了，他断了。喂，他要讲什么话？他忘了，爆开喽，他爆开 ，You ban， You ban， You ban 了，又 ban 了 ，You ban。丑脸，丑脸，丑脸是谁？谁？丑脸是谁？丑脸。请问丑脸是谁？他好难过哦，他哭出来了。我重开给你的。小蜜蜂，小蜜蜂也在搞。他那个预定地是放在哪里啊？我还在找位置。他地正在找。好。没意外，你们觉得这个要放在家里附近吗？它是会销毁的吗？就是你们想留着吗？想要看得到它吗？这样子吗？看得到它。嗯。
嗨，嗨，意愿好像都不是很大呢。我觉得可以那个诶、欸，放在外面，放在、嗯、只是放在看得到的地方的话，就变成是你可能外观也要稍微顾一下，就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嗯，对，不可以是一个小黑盒，对，小黑盒的话就会很丑。我正打算盖小黑盒，那小黑盒的话，那就放在外面吧，就放远一点嘛。对、啊，然后用那个啊，可以传送的之类的，期间限定，期间限定，冰姐嘛，都逃脱，今日逃脱是怎样？今日逃脱不是，我收到讯息耶、欸，你知道什么讯息？警讯通知，电力中断通知。8:10到8:50、欸，可是、欸、我也收到了，完蛋了，我这边也是，酱油是不是要完了？我也收到了，完蛋了，好恐怖，完蛋了，等一下又停了，谁是 C 跟 D，C 跟 B 的要断了，我是 C 跟 D 的，不是 C 跟 D， 我是多少？轮到那个了，已经轮到那个了，轮到谁了？下一个、啊、A B C D E F， 没有，他没有这样轮，他不是这样轮，没有这样轮，有，他有啦，有，完了又要停电，该换人了吧？不该再是 C D， 不是吧？不是这样轮吧？是上次讲是 C D 轮，这次是因为那个上次不是也有一次是8月15号还是干嘛？那是我听人家、嗯、我看人家说的，8月15号那时候、嗯欸、那是人家说的，可是他官网是直接说 C D 呢，他现在也是说 C D 吗？用 CD， 你知道用 CD， 不是这个是重要不见的，不是因为会说不可能是 A B C D 这样轮，是因为它每一个分区都有它的意义，它并不是只是说你分 A 它分 B 这样。对，你要重要程度啦 ，H 跟 Z 是超重要的地方，那是除非真的是全台完全没电，所以它在很后面呢。是他不是这样会轮到他去轮啊，不是这样啊，他是不是照顺序，他有分区没错，他不会照顺序。它有普通的，好像是什么 C D E F， 然后它会 C D E F， 然后又 C D E F。对，它顶多这样，它不会轮到最后面了。一般的状况下的话，嗯，所以我才会那样子讲，有可能会轮到后面一，就是普通的 E F。嗯，反正就是它不是照顺序，它不是 A B C D E F G 到一直这样轮加轮，它可能是有点断回来。毕竟我们说分区了嘛，对不对？他没有写哪一区，他没有写分区哪一区啊。啊，去台电官网查吧，我不知道。去他官网查，看一下。现在应该又被塞爆了。对，他现在应该塞爆了。对啊，欸，他那个网站。好了，那如果等下时光断掉的话，他网站死掉了。然后那现在就是，原本是那个大家都有准时来上课的，然后就有几个学生不见了。好，我看一下。不能放回家。停电是 CD 组。哦，那就跟上次一样啊，一样 CD 轮流。那我刚刚弯腰不见了，对，我刚刚就不见了，我刚刚弯腰不见了。哇，如果是没有到最爆炸来说的话，就是 C 跟 D。冷气关了，嗯，对，然后冷气要先关，不然怕坏掉。然后电脑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像雨友那个的话，你可能就要提早关一下。8:50左右开始哦。没有，还是八点，刚写8:20，8:20，那只剩两分钟，两分钟嘞，嗯，我的天哪，那电力怎么真的是疫情这样，然后这个也这个这样子，又缺水是怎样，嗯，台湾要灭了？那他说水力发电现在有问题，他那个都不会提出去，就是找了半个小时也好。没有啊，这通常会这样讲，一定是紧急的。没有，他就是临时，他的机组有问题。就是现在爆炸，直接讲啊，他不太可能，这个没办法提早半小时预测啦，这不可能。那也是啊，对啊，你这种状况不可能提早预期啊，无法。我们现在水力发电电力剩下40%，所以要哇要停电。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区？去看那个哦，去看那个电单，电单会写电费单，电费单上面会有。哦，有人有科普，不知道这不有人有讲，不知道确不确定。他说每年会固定两区在轮，他查到的资讯是这样。嗯，今年是 CD 是？对，今年 CD， 然后去年是 AB，然后明年就 EF。然后 H 什么 HG 哦，还是什么的就不会，就基本上不太会。嗯，是重要的地方。嗯，对。哦，他们有人讲说是因为下午已经努力在撑，但是他们就努力撑着解决，但最后没办法，今天才这样讲。哇，今天下午就跳电，默默付出。下午又跳电啊！哇，
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感受到网络上一大堆谩骂声了，我已经感受到了，我都没看都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哎呀，正常了。一定是什么什么执政关系，没有，什么都要扯这个，他们会通灵，他们会通灵，通灵王，大家都是通灵王，对啊，通灵王会通灵，通灵王，通灵王。其实老师我没看过通灵王，我看，改天看啊，看可以看哦。没有，现在在看哈记的最爱呢，没空。哈记的最爱哦，要泡姐吗？对，要把它看完。哈记已经四刷了，不是吗？还没，我其实那部我一直没有把它看完，不想要把美好的东西看到完结。对，有点那个时候我枪弹玩完之后，我一副超空虚好久的样子一样，有模一样样。我想问一下，那个鸡的笼子有关好吗？什么鸡的笼子？因为酱油的狐狸又在乱跑了。好，那个我拉出来的。哦，你拉出？对，那时候在测试东西，还没那个。我想说什么，他会在另一边刷快区。那今天怎么办？怎么办？我刚看他好像是五十分诶、欸。对，是五十分啊。我的可能比较新的撑到五十分啊。我收到通知是八点五十，我这边是。我的是二十，哎，也是五十。二十分，我的是也二十，我看点二十分是那个啦，那个十分是负载提升，对，然后那个五十分是紧急轮流停电，嗯，那我应该还可以解一下任务，再撑一下，再撑一下。那你记得那个四十五分，四十五分的时候就要那个了，先八八，当心先滚，你不要再去跑升华了哦，这是轻松轻松跳危机耶。我们已经到底 多久好不容易一起集聚一堂，又等一下又要被迫分开了。对啊，连在家集会都不行了，分开集会断线。哦，团团断线哦，断线再来。我说你怎么找不到你传我传错人了，传错人了。我终于听到你们声音了，我要死了。停电之外，有人终于听到我们声音了，辛苦了，辛苦了。会等下又 kill， 上次有哎、欸，应该是会啦。你上次有，你上次有，这次就会有了。那你要准备在五十分，对，五十分而已，你不用紧张，五十分钟，五十分钟。有谁是停电伙伴？阿旺，阿旺，小雨，你要开桌了吗？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谁先说拜拜。我跟阿旺是同一组的，我会一起说拜拜。那是一起的。哎，我进不去，你看。你那个重开了，我来多难。有了，我看你进来了。有了，进来，进来。我现在放网络爆炸了。我要趁现在赶快来挖黄金。谁跟我说2021是比2020好的？谁跟我说的？今年已经更惨了呢。我觉得今年比去年惨了。今年年中什么东西都有点爆炸。对，预期也爆炸。果然，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说法是对的，2020是2021的前那个什么前序章，序章，预告嘛，还是什么的，他这样讲，没有错。我的天，存亡危机啊！我想要去挖矿，会不会走到一半跳电？然后当我再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哎、欸，其实酱油，我跟你说，你可能大概在40到45分的时候，就看要不要先把电脑关掉，不然你这样其实电脑蛮伤的。电脑伤，对。好吧，那我挖十分钟。你们没，应该要先去打副本啊！打副本，打一打，打副本，对，副本啊，最重要的副本，先给需要的人去打，给需要的人去打，对，口罩也是。哈哈哈哈哈！我没有很难过，突然觉得好像很难过的样子。OK， 你先请，对我 OK， 你先打，你先。好难过，在打疫苗是不是啊？真的是疫苗了。We can help， we can help。哦不，天哪！现在速度的还能打吗？可以吧，可是比较难打，唱片的不够。对，唱片不够啊。我记得我好像，但我记得它是要3500，是不是3500%？可能要再高一点会比较保险，因为上一次好像也是3000多%，也是爆炸，对，不好打。好像4200左右吧。4200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藏品，上次好像打到，嗯，好像打到两个 S3 的，看一下。有要 boss 吗？这次很难打。好，来了，来了，我要去蹭一下。在我还听得到你们说话可以 TP 我或杰克，吉利不吉利？在我还可以听得到来了，来了，来了，很多人。我怎么差差一？我先回去回血。摸一下。那我们先开摸。你们觉得你们的那个密室房，你可能要几格啊？多大吗？几层级是不是？对对 对, 對, 對。要包含红石机关吗？还是人的活动范围啊？想一下，20×20会大吗？还好吧。等杰克，等杰克，等杰克，杰克的还好。杰克伟吗？我觉得我有幸运啊。杰克那个幸运、啊，他补血了，没有补血了。给那个给繁星伟比较好。哦，好。哇，我觉得20×20，那你没打到哎、欸。我打到一两下而已，我就受伤了。哦，你有打到啊？对。安心。让开！我砍了一下，我就一直在几盾了。我有吸到，我有吸到。吸到62颗。哎、欸，这个好像也是。一张反暴局。给你62颗。那个座椅区，杰克。座椅区就是之前那个，现在原本是卡拉 OK 区。KTV 补血。靠！怎么了？快三组钻呢、欸！真的假的？那么多，这次很多，那么多，是那幸运有杀，我有幸运也杀，快点，用戒符盒，哦不，我的戒符盒，酱油，你的保险箱，哦对，到上面，一二三，哎、啊，你怎么那么多火把、啊？火把少女，啊，我之前在挖矿，我就都会插火把米，你看，哇，好多，好多，好多。我刚点了三下，然后才拿到一支，都被拿走。大家都最爱你。你们 Gif 林在家吗 ？Gif 林，你看在我们家的吗？Gif 林在家。什么 ？Gif 林在 ？Gif 林在。剩下的话，等下没有 Gif 林了。哎呀，我都没开麦了，哎呀，哎呀。Gif 林在，在 Gif 林在玩，酱油在。加油！加油！加油！酱油也不在，酱油完蛋，也不在了。小雨在，赶快珍惜酱油在。哎，为什么有时候有加速三呢、啊？可以问一下吗？曹定哦，曹静，曹静会有，对，哦，很快、欸、哦。鼓励大家铺曹静，等大家全部都变曹静哦。好，会不会？那我 TP 你，会。改天我们这边全部变草径了、啊，全部变成草径，还是把它当做道路好不好？那个不要全部铺完，那很丑。好，我就是怕，我就是怕有人这样做，我讲出来。好，很丑。对，这样我要赶快充电哎、欸！我上次没有充电，我停电以后，我剩下12%。快充啊！好惨啊！太。哇，充电也要先开充啊！对，我上次停电，然后直接把我放了很久的 Switch 的游戏直接破关。哇、啊！原本都想说啊，好懒哦，好懒得破，然后一停电，好啦，来玩 Switch 好了，耶、yeah! ！哎呀，这时候最适合那个啦，对不对？不用电的游戏了。超因为我发现 Switch 放太久也要没电了。那不行不行，我的 Switch always 在充电，我都是插着，always 插着，我也是啊，没有离开。他们有人刚刚去帮忙查消息，好像不是轮流停电，欸、不是分区轮流停电、欸，供电、欸。对，是收到简讯的全部都停、啊。谁衰了？我不知道哎，他说的呢，这样有点怕了，会不会？哎、欸，沙地也太恐怖了吧？哎、欸，不我先把冷气关掉好了。天到我们这真的是有点夸张了哦。我们来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整个店都没有了，是不是？他说，他就说没有，他就只有说不是分区轮流供电，就意思是说跟我们上前几天遇到的那个状况不太一样，他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嘞。那我们就只好等到50分的时候再看看。啊，那50分之前先关电脑了。45分先关了。对，45分。就突然到时候你们看到只剩雨月还在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也会断掉，但是我电脑没事，就是这样子。对啦，对啦。
是啦是啦，赶快冲，我赶快冲电，我怕等下一片黑耶，现在还大晚上，对，我要冲耶，赶快充电哦，对，赶快充电哦，光遇超耗电，等下我们直接用那个光遇超耗电，光遇超难玩的，那我手看看我手机，我这边有人说是 CD 轮流停电耶，所以是 CD， 对，就照理来说应该是 CD， 我也觉得照理来说这样比较对，有人刚刚官网为准了，因为感觉大家都是听来听去的，就是他去查的、啊，对吧、啊？要电力公司那边确定发出来的消息再没有，我看新闻真的都写的 啊，所以我们是昨天 CD， 不是昨天啦、啊，前那个之前那一次的哦，前是 CD 啊，啊对啊，之前是啊，对啊，问一下有疙瘩吗？我有啊，疙瘩。对，我需要心理的话就心理嘛，心里有疙瘩是不是？你说把心里的疙瘩割下来吗？啊，不是啊，那肯定很多啊。原来是这种疙瘩。杰克，你要疙瘩，我在地狱堡垒了，不要不要。杰克，把心都在阿斯语。要干嘛？我不要，我不收。哎，不是这任务的关系。知道。我知道。不收我就直接拿转向摘了。4684%速度可以吗？你可以试试看，应该是可以。4684%好多、哦，可是现在那个比较赚呢、欸，你打每个都是一阶的，我那个有额外加成。喂，又没了吗？又没了，哇，完了，哇，今年到底怎么了呢？我要去一万格哦。啊，那你可以传我啊，好啊，是不是换我没声音了、啊？嗯海月，海月你好，嗨，海月，海月没声音了，还没十分，他已经慢慢先离开了。我不是啊，先离开，不见，吓死人了，消失了。你们是不想上课，在故意翘课啊？没有，我没有远距离。人家有拍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个上课，然后是故意假装断线，就是表情停在那边。我不在，只是放一张图片而已吧。对，要放一张图片。没有啊，这不是有人那个远距离上课是用 VTuber 那个人设？哦，对，我也看到。对，你的角色也太可爱了，太酷了吧！他还说：“同学，你的角色很可爱。”对，同学，你角色很可爱哦。杰克，你要不要用一下？不要。而且我现在我的课也不用去，好不好？然后我的证照考试还延期了。哇，那你就是等延毕嘞。说是这么说啦，但是好像就是考完证照的两周后可以马上拿到毕业证书哦。可是其实我觉得，就算你的证照有拿到好了，就是你本来就有好，你毕业感觉也会延后啊，对吧、啊？因为学校整个就都延后啊。而且这次也是暑假要补课，对啊，哇，一定补的。现在是不是都停课啊？停班停课？对啊，没有啦，好像主要是那个吧，台北新北是一定停，台北新北一定停啊。然后其他地区好像是你可以去请家长请那个假，然后呢请那个假的话，你也不算说这样就没权请这样。嗯，对，防疫假这样。好像是高三跟国三的可以这样，然后高三国三是没有，高三国三是直接强制在家里啊。哦，嗯，对啊。今天有稍微，他不算出缺席。对对对对，好恐怖哦！牛，那个刚那个是8023的新闻。嗯 ，CD 塞错箱子。嗯，是吧？因为主要高三跟国三都考完试，考完了，没事了。除了高考只考的，那就不一样。对对对，你考的对，可怜哦。我觉得我要考，我是不是要搬了？还有那个要，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要补考的，对吧、啊？那补考就比较尴尬一点。哦，有啊，补考的，补考好像是5月，哎，29、30吧。嗯，对。就昨天好像有，昨天还几前天有跟小友聊到这块，不是吗？对啊，今天下午刚好在聊。就在讨论说，那这样子他们考的题目会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啊？应该是不一样，不一样嘛。可是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怎么可能那么快把考题输出來？对啊，因为是一样的又一样的，怕泄露题目啊。因为不会泄露了。因为像之前的话，好像我有去爬文过，就是如果是那种一般的性质那种补考的话，题目是一样，但是他的分数会被打折。要打个70%或6%，对，但是这个的话，感觉应该不能这样做，因为又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对啊，是因为天灾，整个那个情况，
对吧、啊？如果这样被打折会，我觉得很过分，对啊，很过分呢、啊。所以那时候，那个时候就跟小雨谈说，会不会是理科就是直接换数字而已，但是文科该怎么办、哦？文科就比较难哎、欸。对啊，因为像这种出题，通常都是提前几个月就要先题目要出出来，然后要审核干嘛的，要过程。嗯、对啊、嗯，啊，不然就是有没有他们有可能有 A B 四卷哦，就是、他们可能原本有租 A B 了，然后为了防止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就先那个，嗯，是爱你，啊，我是跳进去的白痴，我要体验动能了，好。你要体验过呢了。这样有打完之后，下一个先不要打啊，我们先得穿过来我这边啊。好、哦，要给大家看那个范围是不是、哦？我可以先去 KTV 吗？啊、哦，好好，可以。开始了，这么想唱歌啊？秋瓜，秋瓜，哦哦，好嗨，好嗨！不行不行，现在不能说秋瓜，现在不能说秋瓜，再加秋瓜，再加秋瓜，再加秋瓜，又要秋带，不妙哎，超不妙的，再加秋带。嗯啊，吃饭不要超过五个哦，会被罚哦。不可以超过，已经有超过五个被开罚的案例了。有两个有案例了，有两个，两个，一个热炒店是六人在打架，顺便开单。超过五人，超好笑的。我们六个人打架哦，超过了。超过了，机会不行，压在五人以下。那说现在只能二对二定勾，一个当裁判。打架还不能太多了，不好意思，打架然后顺便开单啊？那你等一下，居然说，哎、欸，等一下，你们不是开罚打，因为打架是因为说，哦，你们超过五个人哦。没有，就是跟那个发起那个po文一样啊，就是现在那个那个标仔嘛，就忘记戴安全帽，不是会记得戴。有没有戴口罩？先记得戴口罩啊！不然1万5很贵，1万5很贵。又太贵了。然后另一个不是说是那个什么吗？在吃牛排，然后家庭聚餐10个人，直接爆炸。对哦。那人家家庭吃饭也要轮流通啊了，不可以太多。啊、那个单数号跟我走，双数号跟他走。哦，这哪里？哦，阿欧没过去呀、啊。哎、欸，阿欧没过去、啊。我要自己团。啊，我还以为要被穿过来、啊。我也是，怕大家有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哇，算被踢了，太好。啊，这个是社会平台啊。那你挂了，还是我先插火把？先插火把好了啦。所剩时间不多。我插火把。一人抽一个，不顺序无关的，自己有自己抽，先抽。哦，蓝色。好。然后我身上有点满，我抽，我抽，蓝色，浅蓝，哦，最中间了。按到，我是黄，啊、自己插告示牌啊、哦。我是直的，可以冲到哪吗？直的。我放个箱子旁边。我是黄的，我是棕色。疑点是直的，哦，黑的。有杰克的头，。这边有每一个房间都有两个洞，那是从哪边进哪边出啊？都可以吗？红色是入口，红色入口哦，所以再是橘色吗？是不是？对，红色的是入口，红色入口，相同颜色的是入口。哇 ，OK， 哦，同色的，我想说红色，大概出没有啊？不然哪里是入口啊？你那边，你这边起始点吧，应该说起始点吧。不要盖一个迷宫了，我直接是好的不要迷宫。我上次也是入口呢，完蛋了，完蛋了，对，红色入口。我走路在晕，我走路在晕的话，我会骂你哦。对不起，没有啦，没有了。把它哦，出口练成阵。我们三个的寿命只剩下5分钟了。嗯，对，这里怎么回家可以指引一下吗？哎，对，这里怎么回去？走动打好不好？我以为你要说死回去吧。走动打，走动打，一个人回去。哦，这样太零啊，太矮。这是哪里呀？这是旧的嘛，对不对？有了啊，这边的呢？阿汤，我要 KP 救护器，我要速刷一下。那这个。我也要速刷一下。啊，你也会停哦，没关系啊。他
他跟他拉旺啊，我刚哦哦哦，那你们两个要不要赶快一起刷一刷？啊、可以一起刷一刷，一起吗？可是我装备超烂，我只有捷克武器而已。要不然你就整套整套装备就好了，我已经可以。我放箱子，我放箱子，我先进。啊，可是哦，我怕混在一起，我先把我的放进去。应该哪个？应该第四杯。六个人上课啦。如果等一下阿旺断线，我就代表我今天不能打了。真的哎、欸。对，你的武器。我很快，我很快。我很快的。杰克放在哪里的？我放上面箱子，你等一下拿。然后还公布一下啦，那个蝙蝠会掉唱片的几率是0.3%，30%。哦，这其实蛮高的耶，比想象中高。那如果你有那个掠夺，加5%，哦，一掠夺加5%、嗯。你是原本就这样子吗？哎，对，原本就这样。哦，所以如果是掠夺之后可以重加5%吗？十的话就等于加50%，这样你就80%哎，对，好高哦。然后。一个什么是65%卷轴冲的那个卷轴，嗯，对，所以有几率、嗯、有幸运的话有几率可以冲到一次掉两个哦哦哦，我先走啦，拜拜。先走了，铁人剑好像是我的是谁的呀？谁的呀？哎呀，谁的呀？怪不得刚刚好像少一个，我刚想说什么有铁人剑那边。笑死！有人在那边说、嗯，听说今天中华电信有点爆炸呢。下面直接有人说，中华电信不是每天都在爆炸吗？好坏啊！我也是中华的、啊，有感呐、啊。其实我在想啊，就是你们像等一下停电嘛，那通讯像电话啊、网络那些还有吗？还是没有了？要看你的电信的那个设备厂有没有停电。嗯，对。哦，那阿旺换你了，那进来看台哦。跟阿旺跟小雨来看的话，看上一次有没有就知道了。嗯，看他们上次有没有吗？我这边是没有啦，可是每一区不一样，有些地方甚至你没有停电，可是你没有网络啊。哦，对啊，那个就是对啊，这个的问题。小雨那天不是有说一个吗？他家的网络跟那个他家的电是不同区的，所以他有电没网络，有电没网络。好神秘哦！我那天停电以后，我连到隔壁的网络。连到隔壁的，连到隔壁网络也没网络吧？我不知道，我就用 WiFi 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是因为我那时候 WiFi 没关，然后我就看它断掉以后，然后突然连上隔壁的。哦，你是说手机？你连上隔壁的也手机啊？手机。酷哦！你会不会连到隔壁是他开那个热点分享的手机？结果对，我就应该是，你已经够了吧？开热点分享给你。他都停电够可怜，然后呢，他想奇怪，我手机怎么消耗那么快？去过你还是连人家网路？哎呀，真香，真好用。哎呀，真好！我连着人家网路玩了半小时了，那个手机游戏。好爽，你好坏啊！好爽哦！好笑。隔壁照理来说也是停电才对啊，对啊，也不一定啊，有可能隔一条街，然后完全都是那个这边有停，那边没停的，哦，也是有，对啊，那也是有可能。我那时候看到很神奇的状况，那时候是我在街的中间，然后我前面跟后面各一间店，前面的有停电，后面的没有，那就是刚好就是这样的，对啊，就像。我住在新竹那边就是这样子啊，我家这里跟隔两个间房子那边是不同条的电线过来啊，所以我这边停电，那边我就看到那边路灯是亮的，我这边是暗的，没有一线之隔。前几天有个网络图片就出来啊，整条街都停电，然后就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转角的电视灯亮，有一个电视开着的。你是高级储值会员哦，福利哦，氪金会员，氪金哦，值得你拥有。看出来了吗？氪金跟没氪金的差别？真的。嗯，哎呦，哎，杰克上次不是在问那个幸运的问题？对，嘿。欸，幸运其实是好的，然后你看到那个四位数其实是要除以1万，一万，我看一下我的，也就是说，假如你的上面那个属性是可能加 0.2， 那你在上面就会显示2000，嗯，对，它是除以1万这样子算，所以它的格子是万分之一吗？
可以这样说吗？对对对啊，半要装备，哎，付费解锁电源，解锁电源，付费解锁电源，解锁更多的点。你是想你是要解锁电源？你是要想讲什么？没有没有。可以什么的对不对？什么电源？危险危险！怎么可以怎样的电源吗？对啊，你是想这样？不是，我们现在要保持那个不能室内群聚啊，我们要不能人与人之间的连接。OK， 白痴。OK， 对。Okay. 我突然想到，我们这样是不是要开罚单了？你说我们吗？没有啊，我们在网络上，我们在网络智慧，那些那些网络智慧怎么办？我们网络聚会，你说网络聚会不行，那那些大型线上游戏的全部都要开单了，直接开单了，直接赚爆哎！对，然后那个是公会，不能超过五个人，难了吧？哪一天突然有个病毒是线上，只有线上的那个账号会传播的话，他们线上的那个线上游戏就可以出口罩哎！哇，所以你说那些有造型的那个，对啊，口罩造型就有用了。是啊，然后就还可以，就是说啊，你这个口罩已经不行，要坏掉，你要去买，然后你就会看到线上游戏的那个就会设置超商，然后就一堆人进去里面抢，然后还要采那个实名制嘛，然后我的天哪，昨天两周吗？对对两周买那个十片，两周十片嘛，对不对？为什么我听起来像是那个包月卡？我也觉得好像，等一下。我们已经超前部署这么多年了，对啊，那包月就是以后包月加口罩，哎，加包口罩，我的包口罩，哎，对，那个会断线的，好好准备一下啦，对了，还有各位，等我们免费登出了，再见了各位。哎，那个中奖可不可以到时候转账谁？对啦，我们会喊号码，不来啦，等一下，最后是可以到十点吗？没有吗？啊，不确定啊，就是他只有说停的时间而已，对他没有说，他只有说要停，对啊，说不定停个十分钟就有电了，搞不好你等下五十分过后发现你没被停，就又可以回来了，然后回来可能过五分钟，哎，我没，不管，先下线了，再见再见，拜拜，没蛋再回来。哎呀，草茎要怎么弄啊？哇，那个啊，锄头要绿地，要绿地，绿地然后锄头。你拿丝绸子出去挖草茎，是铲子啦，锄头被耕地。拍谁？铲子。差点要重做了，我差点让你变成农耕人了，变农夫了。为什么不是生根？走，阿旺，来这样，你说生根，拿这块草地去补。这块哦。不是啊，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哎、欸。这样，然后你这里挖掉，哇、好了，你可以卖臭豆腐，好吧？啊，这种是臭豆腐，好放上去。深坑，深坑，这是深坑。我想卖盗版的不行吗？好，可以。你还是盗版臭豆腐。如果是被关出来，那是根深。哦，哎，根深。哈记老师小知识。哇，小知识。他自己越来越厉害了，我的天！谢谢。那我要先下线了。怎么有人说会停到明天早上？哎，太久了吧？应该太久了吧？太难过了吧？我停到明天早上，他会死人呢！他会死人呐！没冷气的热到死哎！没有就变成以前真的有这样过哎，是真的有过啦，好像曾经真的有过。虽然那个时候我有点忘记，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印象？九二一那时候就有了，九二一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台风天的时候好像就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直接停一个晚上。哦，我有这样的经验，之前真的假的？这整个热到睡不着，而且已经脱到剩内裤了，让他照热。你知道我是那个时候是在内裤，我是那个时候在台东，然后那个时候是直接刚刚好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比较荒郊野外嘛，所以就比较凉，所以就还好。那你觉得 Moco 家那边会很凉？ Moco 家那边我觉得应该会不错凉嘛，那边风不是蛮大的吗？哦，我不会说荒郊野外，是因为它很风很大。对，是荒郊野外风很大，没，比较少建筑物啦，比较少建筑物。他们很繁荣，繁荣，烦啊，很烦，很繁荣，荣没事的，这一切 Moco 都听得到了。
他听不到了。会不会我不见啊？没有他，我可以跟他讲。你不用跟他讲了，不用。要五十分了，究竟会不会不见呢？我要再见各位，再见了。然后都不见。一二三四五六，六六个，剩六个人了。所以这六个不是 CD 区。我上次没有断啊，好像是 AB， 我家有。哦 ，AB 那就我是没有去看，我上次直接睡着了啦。断线的举手。我看起来是没事咯。我没事，我不敢讲。没事两个字出来都很危险。没事啦。看到你的，看起来人数瞬间少了一半。哦，我的天。对吧、啊？应该是 CD 啦，就但今年轮到今年的 CD 去，真的会比较衰一点。今年事情这么多，今年事情太多，刚好就我的天哪、啊！刚好发电厂爆炸，哎呀！一问236/47，哎呦，你是各一吗？哎呦，一问、哎、跑这么快！嗨嗨嗨嗨，你好，222。哦，各一张吗？对，好的。我、哦、到有这么多、哦，全部二等的话，就这么、哦、这个机会。对，来放人剑，我来去打各打一只了。一只什么？那个啊，34只各种怪物。嗯、哦，那个我来解的、啊。隐约刚解完、那个，那隐约刚解完，我还没解完，我漏一只，还没解完。哦，对哦，你说你找不到那一只是什么？我漏一只。所以现在是隐约跟哈基的竞速了。书和羽毛笔可以就是复制一份出来，就是用生存的方式啊？没，你说抄一份这样子吗？对，地图可以的、啊，那个我就不知道了。有可以抄，哦，那是地图哦，嗯，地图，嗯，地图就是绕一圈，你就直接再做一本重打不就好？还是那很麻烦？因为我写了三页，哦，对。好像是我把那个34种写在书上，然后我去打到一种，就把它写上去。哦，啊，那好像只能复制完成的书哎、欸。哦，那完成书就不能再动啦。对啊，对，嗯，它是完成的书，然后再加书和羽毛笔，会变成更多的完成的书。哦、更多完成的书啊，你不然就写34个东西，达到就烧掉它。好累哦，我的天。那你身上要啊，你就再准备一个戒符盒。哦，这家瓜了，可是9/3/27而已耶。对啊，你不够啊，一定是身上也要塞一些啊，这样子很麻烦哎。啊，没有，就把那个常打的没有，没有扣掉，剩下27个，这样子要减要打7只。哎呦呦呦！大家都很努力打卷轴。啊，还有啊，还有，我在努力收集材料，下周要盖东西啊。我想要买那个，麻烦哦。对啊，怎么办？啊，关系，我想跟你买那个，不是羽毛。好啊，我有羽毛，买你买羊毛，羊毛买啊，买啊，一组一钻啊。一组一钻啊。嗯。吃到饱是之前的限定优惠。吃到饱是限定的，不是很久了。那是特别活动啊。那是大家都需要羊毛的时候。谁盖一个雪人在我的仓库旁边呢、啊？我看到哎、欸。对啊，谁盖的、啊？还是谁家的跑出来的？哈基，你家不是有一只雪人吗？跑出来会热死。对，热死。啊，为什么跑？会融化、啊。跑出来啊！再见，也是。真的吗？好哎、欸，他怎么跑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哦，我先回去拿那个。他既想问一下，你上次打副本是用最高级的汤吗？还是？对啊，当然是二阶的汤啊。哦，现在开始做觉得好麻烦哦。不会啊，哎、欸，还很好用哎、欸，麻烦还是好麻烦，但很好用。你要想，你要高报酬，当然就是要做多点努力呀、啊。嗯，对呀、啊，对不对？然后就直接带不死图腾上啊。对。图灯也难贵的耶，也蛮难赚啊，只能打突袭啊，除非你一直洗那个突袭。对呀、啊，其实我蛮好打到的，因为你有掠夺、啊，我帮你刷，有掠夺就是不一样。我要给他喝汤，零半小时哦，
只有小半小时吗？那他们没有啦，有人在讲。可是我就不管是 C 组的，哦，只是不管 D 组，先 D 再 C 是不是？因为阿旺说他有电，哦，他有讲是不是？那他可能是另一组的。哎，我觉得说，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定都会影响到之后。就是因为我记得不是之后好像有要开公投嘛、我觉得应该一定会影响，一定多多少会影响到，一定的啊，对吧、绝对会，那个东西很恐怖哎、欸。可是我跟你讲，一定是影响到的，不用说了，一定会。因为其实我有看到网络很多风声传言都在讲说，他们就是认为说盖这个就可以解决这所有的事情，可是其实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对吧、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对啊，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对啊，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嗯，说出来后悔了，再来骂另外一次。对，再来骂一次。对啊，这样会永永远远都有理由可以骂。哇，可以一直骂一直骂耶。哇，一直骂一直骂。哇，反正现在也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骂。不管是怎样都一样啦，对啊，都是一直骂一直骂耶。对的。哈哈。骂耶。骂耶。见证隔壁断线的那一刻，哭啦，应该是小雨吧？对，小雨是确定断，应该因为好像哎没有酱油是确定断了，因为酱油他说他现在一片漆黑，他说他那里在世界末日的感觉，要看台啊。可是我觉得酱油那边感觉还蛮繁荣的啊，怎么会断？哦，繁荣不是啊，断电跟那个不一样、那里的，那个也是没关系，不是就你懂吗？就。懂我不懂，我真的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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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繁荣无关。对啊，为什么？喂，我就一个感觉，就 feeling，OK，feeling，OK，好的，好的 ，OK，OK， 你确定不是只是突然想讲这句话就讲出来的？哎呦，摔到了！为什么这里会有时间的光碟放在生命里面？没有啊，那边已经放一段时间，应该满了吧？我只是没把它拿出来而已。他已经觉得被旋转了。可以，刚刚试了一下，可以推荐大家打全部二，不会太难，然后又可以有200多的钻石。哦，是哦，那我想试试看，全部二还行。那你会有那个锋利的？我有锋利啊，锋利。可是我的防装没有很好。哇！我的蜜蜂、蜜蜂厂戴维尔，好，我那你这样要动很多东西耶，对，二阶细不细？我顺便消耗一下二阶的，不然二阶太多了，连速度都二阶哦。对，你速度如果觉得怕太快，可以降低一下。我想说速度会不会，我怕会不会太快？我记得速度好像只是影响最后加多少颗而已。好，我踹看，失败就算了。你看一下他那数值，看，试看。哦，你踹到我了，你踹到我了。是啊，为什么晚上来挑战啊？人家蜘蛛要来打我了，我的天哪、我刚刚也是不小心晚上的时候，完蛋了，完蛋了，232车。都是被我收留掉了。好，一刻钻啊！232，不是、啊、那个？你看不到文字吗？啊、不是那个杰克的那个啦，我的哦，才80而已、啊。你还是叫我去帮你尾刀好了啦。啊，然后反正就是我换刀材啊，不然就我自己要换刀子啊，因为我自己可以本身用幸运到50几%。然后掠夺五这样子，你还是叫我去啦。好啦，剑胜过直系拥有哎、哦，蜜蜂也有电，蜜蜂家也有电，救我！那个，我帮你跳，好粉，哎、有书哎、欸，哦，好爽啊！女巫有机会掉书。
哦，女巫有哦，女巫有被掉、啊。嗯，到时候我发现啊，小蜂小蜂窝啊，在这里。小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帮我解毒，谢谢啊。大家一起勤做工。哎、欸，僵尸村民嗨，你好。你好。耶、yeah, ，打到了。嗨，冲冲哥。好痛苦啊、哦！一直一直射，一直射。哎呀，好了，啊，我就来救死你一个单挑中介龙。哦，可以的，可以的。然后存一万颗、啊，你要招一只出来啊、哦？伤害那么高哦，应该一下、哦、一两下就死。你那个伤害那么高，应该是。隐约上打多久、哦？因为上次我忘记了，不是也会有中途有叫了几次吗？好像有哎、欸，对吧、啊？那应该是被安德打吧？怎么可以？我就叫他，他叫他下来而已啊。哦，嗯，对啊，然后后面都很正常打嘛。就对他，就他还哦，有了，他变绿了、欸，他刚一瞬间变绿。我来了、啊。嗯。bang bang bang， 感觉团团很稳呢、欸。卡住了。可是，可能是他好跳，很能跳，很能跳，很能跳的。跳凯，加油，加油，加油！他好血好厚、哦。他二的生命是加多少啊？哦，有了，有了，有了，加八倍，八倍，乘八倍哦，结算乘三。蜜蜂，蜜蜂我来，哎、欸，耶，232，哇，哎、欸，真的耶，我以后都可以打二级的，对啊，是不亏不亏，很赚很赚，还不错的，边消耗那个，对啊，哦，两本生命卷走，哎、欸，生命不错哎，爸，我想要攻击，我刚打了两刷，可以卖你啊，你说谁？你要冲七成的还是三成的？对啊。你说攻击吗？当然是高、嗯、高的高一点比较好，可是那个好贵的感觉。那你冲过三张就冲过三张就赚了、欸，是这样没错了。像我上次九张只过一张，那你那个武器不就废了？对吧？白痴冲了70%的啊！白痴 ，KTV 哦，嘿、hey。300，我下次再用好。我想把那个啊，烽火台改四个啊。哦，又改成力量二，然后力量二，这四个烽火台啊，力量二有回血，有抗性，有跑速，就在我们家这边的。我现在手上好痛，破洞。对啊，哎呦，舌苔很黄哎、欸。为什么爆肝还会这样？是哦，火气大，对啊，胃气多。我之前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舌苔黄黄，我都在想说他是不是吃太多广东木药粉。广东木药粉，哦哇哦，因为广东木药粉擦完不都会黄黄的吗？好哦，当马油混。我干嘛？当马油混，不然就是吃一堆姜黄的饭啊之类的。姜黄不是苦苦的那是什么？没有啊，加饭、啊。我在看怎么配比较好。欸、为什么？哎、欸，你、啊、安德塔不会是安德了嘛？对不对？啊，有啊，会打。怎么看他没来生的？因为我在打中介龙啊。哦，有人在不同地方吸引走了，生怪放了。哎，对，我上次不是可以 A 四的？你有放哪里了？你说攻击吗？还是哪一张？类似啊，对啊。我回去应该在我的箱子里。没，那放就好了。想说你总是拿 A 二而已啊。想说低配，然后看怎么去配比较多钻石啊。嗯。那我来。因为现在光碟真的好少，高阶的。我来冲那个，你别冲你内内。啊！冲！内内。啊！没带钻石。要送过去吗？也好啊。好，等我一下、喔。哇，你是无限吗？对。好。欸，不对，不是无限，不是无限。再多带几个，多带几个。
我要哭，要烧掉，我去帮你砍几个。哇，才差这样子。哦，衣裤靴。才差五颗，没有，我刚我在算那个钻石的，四阶攻击，一阶速度，四阶生命，然后两阶的时间，它这样有511，然后只是把速度换成二阶，才多五颗，对啊，速度就固定数量而已啊，对啊，速度加固定数量其实还好，你就放一颗就好了，感觉用那种最低阶的速度去有那个所有光碟加成那个角而已。啊、嗯嗯，哦，好的 ，not good， 那说才下来呀、啊、，not good， not good， not good。哎、欸、哎、欸，我突然不太会冲装嘞，那个卷轴，你那个生命的那个是要反过来，你跟他的说明是要讲的是要反过来的，变成你副手要拿衣服。然后主手拿书，哦，可是他一直跟我说不行、欸、不行就按 F 一下再换一次，再换过来，再换一次看看。哦，好，因为原本是写正的，后来我想说指定写一写，我本其实写成反的、嗯，然后文字叙述就没改过来了。哦，好丧啊！就等于变成是右主手是拿书这样，就如果是生命，对对 对, 对，生命是主手，可是好像还是一样。我换的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我来帮你冲冲看，不一样。没关系，你先打龙啊。好，我先打龙，等下看看。把它打完，龙打完再来。我听听你了，我听听你了。好好，安全哈，安全啊，不要让看到安全，安全。哦，安全。过去围刀。哎呀，不好意思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感谢。就地上了。耐久没满不能冲吗？还是你要满的？啊，什么耐久？哦，好啊，那应该耐久。嗯、啊，耐久没满也可以踩，也可以冲啊。哎、欸，是哦，我要带欧米茄回家。欧米茄，那个有个石头在地上，不是吧？带绿帽一绿烟。哦。他终于下来了。你、欸、在这里打到白，我这里。没有，我在等哈基打完龙，我要打安德。哦，杰克丁在家。靖，你不把上面水晶打一打、啊欸？你别怕吗？我想说啊，我想说我攻击一个很高、啊吗，还要直接毁掉。你 OK， 我 OK， 我 OK， 我 OK 啊。等我一下，要去拿掉你。我 OK， 你先冲、啊。我 OK， 不要打我，打哭啊！啊，龙飞走了啦！哦，气死人了。回不了家。有谁在家？我们杰克。大家都以为我在家，在家对，殊不知没有啦，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发现团团在中间，然后想说要去中间回直接走门回家，结果发现哈基在打龙，对啊，他的门还没开，哈哈，我他有没有 open shop？ 你有带汤吗？一碗你要吗 ？open shop， 我这边我再给你一碗，好。啊，那个好，我拿这个。哇，够！可是你要拿盾牌，好吧？你有带吗？有带，现在都在身上。啊，回来啦！来了，来了，够够了，够够！我再回去，等一下，确定一下，再回去，等一下。好。啊，跳舞，快下来 ！Breaking，Breaking，Breaking， 够够。够 ，breaking 680颗，哇，哦，好多啊，哇、哦，直接十组，你根本不需要中乐透啊，没有，就尝试看看，我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哦，试试看啊。你们现在每次都在挑战你们的极限，对吧、啊？但挑战极限，有装备好了就挑战极限试试看啊。680，哎，十组还剩还多40颗，哎、欸，对。我穿10万格哦，十万哦，不是10000哦，十万是没错，是十万哦，拜拜，自己在听10万格时间了，只是习惯还是会讲10000。那先可能先帮我处理女巫，好。哎呀，打两下就跑掉了，你这些，过来，啊，给我过来，
你搞鬼嘞！你什么搞鬼嘞 ？PC 硬 A 硬 A， 左 A 怪左 A 怪，硬 A 硬 A 啦，来啦！不要补血了，给我臭蚊子！我被吃到哦，你的声音哦。对对对，我吃汤了 ，A 啦，有点痛 ，A 啦。感觉好像没那么快，我先回家好了。啊，不对，你是在十万、啊？旁边旁边都是回家，旁边都是回家。啊，这样耶！不要再补血，你给我过来，臭蚊子，过来！A 啦 ，A 啦 ，A！ 我跑，我跑，我跑！感觉我会没时间打怪、欸，这一定要两个人。所以繁星，繁星刚好也在那边。对。反正是你的好朋友。汤没了，汤没了，汤没了。哇，汤喝到没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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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匹没而已。哦，来去。还好我有跑跑剑。看你要不要来打卷轴啊？卷轴啊！又补满血了你，哎呀！还没有掠夺剑啊？你有掠夺三吧？掠夺也可以先打。啊，算了啦，打一打啦。啊、你放弃那个了，我直接冲太久，他怎么一直电梯又向下？啊、我想说要充实的哎、欸，我的钻石又没了，没了，真假的没了。我要、哎，真的是，真的是，哎呦喂，哦，身上好满哦，嗯。哦，我快死了！先别杀，先别杀。他摸一下，这很痛。这还有蜘蛛。哇哇！解放终点 ！A A 死了！哈哈。哇！你们680颗哇！配置是4432，哎，4431还二三一吧？嗯，4431分牌，这是哪两个四啊？对啊，爆了！等一下，好难丢，丢太多了，太多了。哇，有钱人的烦恼不是钱包不够厚的烦恼，钱包不够装。哇，买新钱包，你很赚很赚，一波就这样了，可以耶。哦对哦，烟火不要、哦哦，身上还有一组，我想说我要捡瓶子，多做汤，多囤一点汤、啊、之后打比较方便。瓶子我有很多啊。好吧，不过啊啊，打了两本，最近还蛮好运。哇哇，怎么了？打完直接一组砖呢、欸？对耶，有啊，砖呢、欸？九组64就一组砖，好爽、哦、啊！一组砖又11个砖，哇！跟上次看到哈基那样打，哇，哈基好猛哦。要效仿一下，效仿一下，帅哥。装备够的话，其实 OK 啊。对啊，帅哥，你家蜜蜂跑来我家。你要先啊，去逛逛街嘛，他闷在家太久了。他不会，他不会回家了。我以为你要说，那你就把他杀了吧。那你就把他杀了吧。那怎么能讲？怎么能讲？怎么能够哎？来偷采蜜蜂家的。嗨，甜美，甜美啊！所以哈，还没那个连传送点还没给你们弄。对啊，对，今天也过不去啦。对啊。生命接回收，接回收会有路上的吗？还是一定要突袭才有？对，突袭才有，突袭才有吧？嗯，隐约。其实上一次我想一想，你搞不好缺这东西，高压苦力怕，
高压苦力怕不在里面，不在哦，是啊、哦，在列表里面。哇，对，不在。我以为高压有，那就是接回手。我现在就缺一只，不知道是哪一只打的，只要我打中，我就跳出来成就了。你有确定接回手？你有打过吗？有啊，记得是有。不然我们再去找一次来玩啊。Okay, 再找东西啊，反正有造啊，有祭典啊。因为那时候云月是第一个喊啊，留给我，就很有印象啊。然后他是不是瞬间变绿色之类的，然后就没了？没有啊，他有变绿色吗？没有吧？没有啊，有没有可能啊？没有，那时候我是眼有目睹那个云月砍死的瞬间啊。嗯嗯。捕鱼诗可。刺客也有啊，刺客流毒那时候，那个谁，酱油找那个冰砖，冰天雪地啊！我记得流毒的时候有去打过，对啊，有啊，那时候叫你来打，嗯，那就是抓不到是哪一只啊。如果城市跟拿三叉戟城市会有差，还是一样的吗？应该都算城市，对。好，我之前打的城市是。有变化过的，变异的，对，就从一般僵尸变化，应该算同样吧？哦、不纯吗？这我就不知道，自然产生吗？不知道。哦，对不起。哦，你在这啊、哦？我走了。我差点砍死你，你知道吗？哦，哦，对，你武器很强。不是，我想说，怎么会有个穿钻砖的那个怪在我后面，他也不打我。穿，哎，团团你在修装备吗？他在我这边，我修完了。ID 了，好，我要那个再试一试那个，看能不能冲生命。你刚刚冲是可以冲了，为什么我就不行？你再试试看，快快看。你是冲在哪一个配部件啊？内内，对啊，我也是啊。啊，这样换，我帮你冲看看好了。好啊，给你。冲七十的还是三十？七十的。七十趴。七十趴。你们这样做放出？可是放那个的话，就直接。所以是要自己先穿一个衣服，是不是啊？没有啊，没有啊，什么按 F 啊，你就按 F 去换切换。可是我刚刚疯狂切换，就一直都是红字哎。诶，神秘的吧？要怎么放主手？卷轴放副手啊？卷轴放副手，这样对。哦，穿上去了。那你身上先那个先多穿一件。好啦，我多穿一件。只是少穿一件哦，有了，这样就有了啦。还好我刚刚冲过，没事啊，七十趴，我相信你可以啦。没过就他就中了三十趴，你怎么没过？你那也不过。啊，他怎么这么生气？找个沙漠去找斯可儿。哎，所以那个传送点金可以传了吗？可以，可以了。好。然后带东西过去了。哎、欸，我其实想把红石火把埋在下面，然后上面放玻璃。放玻哦，你说、啊、更高刚一点点？对啊。你那边有玻璃砖吗？我可以帮忙。很多玻璃啊，搬钱少。好，那我过去，那我过去。那我现在去拿你去烧。都好热。流毒是在冰雪地形。流毒对。嗯，你们过去哦。思可是在沙漠那个。冰原地形，嗯，怎么在刷怪场这边有一个 1.5 的伤害卡在这里，卡很久了。哦，那个，哎、欸，刚刚拔掉暂时，刚好有人打那个。哦，哎、欸，可是之前有一个也是 1.5 还 0.5 卡在那边卡很久，那个好像我删掉了，这次的。哦哦，流毒，哦。刚熟食部不小心被我砍死了。好、你砍得死？砍得死吗？那不是砍不死吗？对啊，我刚
不小心砍死他，然后我刚刚想说，可以重生，就招一只出来。就底下有那个把子音，他死掉了，对，他死掉了，好神奇哦。好，因啊，对，因为那个补血萝卜拔掉了，那个还没弄好，在修，对。你好、哦，没事啊，有重生就好了。多讨厌妈妈！好哦，所以不会显示伤害了吧？没有了，没有了，不会。不啊，下一页。哎、欸，他有一个小雨的 ID， 那个是小雨弄上去的、哦，在尾部的、啊。不是你接任务就接上去任务，就会有那个人。对耶，你上次没有玩到，就是在我不在两个礼拜之间。对，这么酷，我会挖沙子。这里不会生怪啦，雪莉才会生啦、啊。嘿咻！有人在乱教你吗？没有，打这个，是我忘记了。哦，好了，杰克来了。哦，哎、欸，地板挺尴尬的。那个点可以直接传吗？什么东西？你在哪里？那个我们的活动场地。哦、可以啊，就在旁边指令方块。我们楼下长这样子。哦，指令方块哦，我刚刚在看那个书。夜魅如剑神。我跨黑讲台。咦、欸？你加无茶呢？啊，对，无茶。接过来、嗯。现在这个敏感时刻，还是不要去喝茶了。嗯距离要抓好，这什么叫声？那个要怎么抓距离？哦，好像没，是零距离了，对，零距离的东西耶，那是连结。对啊，还是你是那个红师傅有没有？这样子就好了吗？红师傅，那有一些人都可以直接网络上打字打一打就哦哇，转转你很懂哎，没有啊。我之前就有看过有几个那个粉专在那边分享别人打字那个，然后真的是快笑死了，很酷嘞，就打一堆点点点啊，我讲错话了，还是点点点啊，苦力怕，哎，怕了，要说你最好是尊重我们这个这个仪式哦，你是说点点点吗？人家对，尊重人家，完蛋，点点点。喂，点点点大法哎、欸，一点点，史莱姆嘞，史莱姆，史莱姆，史莱姆，所以那个出入口的铁门是那个每一个人都要放一个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好，放铁门，对啊，因为要让他想办法让他出去啊。所以要放铁门啊或者是你要搞刚一点做活塞也活塞门也不错啦，那肯定很累，嗯，那个有点麻烦，对，我也觉得有点麻烦，那个厚度我记得影月之前不是讲过说要做三层吗？嗯，那个超麻烦，那个有点麻烦，这两边没差，我先挖欸，哦好，行，你后面有枪棒棒棒，哎，好，真的掉了，好，掉一本书，对啊。哇，好棒、哦！然后说之后的玄学就是他要引爆的时候再打掉他，他有机会会掉。之后比较高级，还要闪第三下的时候有吗？玄学，玄学啊！要冲那个冲那个有没有玄学？就是一直在，会过就是会过，嗯，会爆就是会爆。你说时间点过多少再冲？对，嗨。那种上次不是有存第二个，就是杜宇的那边，对啊，坐标吗？没有打出来，在轻松生存高效那个，帮你看哦。你要存吗？到时候存下来哦。好啊，在新增在书里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你这个活动场地是20×20，那高度有限制吗？没有。哇，那会有盖一个塔。哇，那就盖啊，阿姆斯特朗套，这个应该是不会删掉的场地，到时候就是对，你要盖，你要花时间盖也可以。好可怕哦，会不会有人要我们在里面玩刀剑神域的塔？哦，哎、我回复那个了，看一下。哦，好。
这个不是端午节活动吧？这只是纯粹一个活动，只是因为中途一直大家都有人请假，对，刚好三个礼拜。哎呀啊！哎，怎么了？不对吗？是不是不是我？哦，没事，我有想到我把那个戒符放在中介了，吓死我了！你可以跟我一样，把你的财产都放在水里面。反正你没有像我一样丢到岩浆里都好。对啊，为什么玉髓一定不能加戒符盒啊？我那时候想过，这样它会太硬吧？我上次就想过这件事情、欸，太重，你太硬太重就打不开它了吧？我想，我就想要带金刚包包啊，对啊，这样防烧哎、欸，你在干嘛？烧的功夫好耶！没有反 TP， 耶、欸！哎呦，野妹打波，月夜太美，今天很危险。不要群聚了，这里真的是好多怪哦！哇，陈暖那边超过五个人哦，陈暖要开单喽，要开单、啊，我把他杀掉了，是吗？哇，你是打架打赢嘞、欸，打赢就少一个人是不是？啊，打赢就少一个，打赢就少一个。那警察就说：“哎、欸，还有我、哦，你少算了我。”对啊，还有我。你要把警察给算进去啊！你怎么不尊重警察？你超后面应该会少几个火把，因为我刚来这边探勘的时候已经没有火把了。没关系、哦，你是直接盖在基岩上哦？什么东西直接盖在基岩上？边界啊！我想说边界那个基岩上面要不，他们不知道到时候要做什么，我都不敢盖在上面。哦，对耶，你这样想想。对啊，我是往内推一格。啊，那我要拆掉了。对，到时候解谜呢，就是我们会看你们是要决定是要一个人进去一次这样子，就分开进去，还是要大家一起进去一起解？一起解的话会比较，比较有趣吗？还是应该说一起解会变成是大家看到一个人冲过去那边，他就会跟着过去了吧？嗯嗯，这是谁那边啊？你们刚刚谁传一万个？隐约啊！啊，我在那个，我在林地府邸。哦，我没有传，我已经刚回去又回到林地府邸，我没有传一万个啊，怎么了？嗯，你那个坐标到谁的？阿谦，这不是我这边，会不会是我们这边啊？看一下啊，不是啊，阿谦、欸，阿谦，我们是一千一千的。一千，我们这是一千。我这也是付8000多，没错，应该可能是我这边的哦。就是你那里啦，嗯，啊、要先过去吗？马 CSI 这一排用完吧，这一排用完。好好好，你受爽没？还是说那个啊，那个到就是如果一个人又太孤单，要不要干脆我们到时候看要拆几人一组？对吗？几人一组？夏日四胆大会吗？然后就是进去之后就要计时，然后看哪一组就是解最快这样。哦，哎呀，好像不错哦。可是就要做那个、哦、要重置系统、哦，对吧、啊？要重置。哇，做一次系统，不能一次性。哎、欸，杰克，蝙蝠变很多，真的假的？应该、嗯、你看路口亮度的关系吧。嗯，有差有差，看一下亮度。对吧、啊？2-2-1而已，蝙蝠是4以下。啊，我要回去。怎么了？少带什么东西？哎、欸，那个这边没有点，你要直接提批准。嘿，啊，哎，啊，走了。要直接提批准。哦，这样懂不？好看好多。而且不会打火把、啊，重点。对啊。你们外面有一个女巫坐在船上，那是你们故意让她坐在那的吧？嗯，对。她已经坐好几三次了，一个多月了吧？一个多月了，超过。她是要留着的吗？她是可以拿让你们拿解任务的。哦，好吧，那我留着吧。我原本想说没有，我把她杀掉。我们而且女巫会活那么久，是因为我们都一直在附近吗？不是，哎、欸，她没有命名哎、欸。对啊，他没命名哎、
就很好奇为什么女巫可以活那么久。我也不知道。像这种不是把他杀掉了吗？没有，他还在那边，他在那边疯狂丢药水啊，不知道在干嘛。那你做啊，就一直在做啊，他不起来啊。用禁忌魔法，他自己存活了。孩子喝生命药水，自己跑进去做吗？我记得是没有被杀掉啦。我也记得没有被杀掉了，没有。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有杀掉，但还是换一只新的，然后假装是旧的，刚好走到上面去，是不是？移形换位之术，那也太刚刚好了，好巧哦，太刚好了。约 boss 打了吗？啊、他快死了。那要让我围吗？啊、嗨，月嗨，你好，嗨，我来了，嗨，我打一下，我打一下，好痛，好痛。我打一下算吗？太受不受了，我很努力，我超努力的。真的吗？怎么呢？我刚刚是被砍到啊，白痴哦、喔！我没有。闹、鬼，闹鬼掉，闹鬼，闹鬼。不要算我的了啦，因为我忘了穿幸运、啊。没关系啊，你还是来。那我有吗？我有吗？我有嗎。拿去。没有了。我在找，等一下，干嘛呢？走过去了，好，不用了，哎呦，拿去了，你拿去了，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不用了，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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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客气，真的不用客气啦，哎呦，你太客气了，哎呦，哎呦，哎呀，三八花一个，你卖照了，我在摄影家箱子。你要睡他家的箱子，我塞他家箱子。算了，你真的很像大师啊！我要箱子，以为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啊！我真的要做一个塔出来，希望我做得完。我靠！哇，你好高哦！等下，刚刚是谁从地牢上去啊？我。哇，你刚后面百鬼夜行哎、欸。哎呦，中介嘛也算，那我就等下召唤中介嘛。我被连打哎、欸，好可怕！啊、怪好怕怕怕。拥抱。刚想到一件事情哎、欸，耶、yeah. ！哎呀，如果要在轻松高效的这种程度这边来做 drop 的话，我为了要测试能不能跳过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交学费？只好几次。哇！我的天啊，想想就好兴奋哦。那我还是不要做 dropper 好了、欸、你想做 dropper、哦、你设施会让人家死掉，那个你要付药费吗？对啊，我的设施会让人死掉付学费哎、欸、哎、欸、校长，你 是我觉得摔不死啊，因为嘿，我们大家应该摔不死吧，应该吧，没轻盈的话摔是意外伤害吧，摔不是只看你的星星多少吗？哦是啊，我记得看你有没有轻盈啊，我看你有轻盈啊，对，有轻盈就可以了。没有轻盈的话，你要跌到很高才会摔得死。可是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的塔现在跌多高啊？那你是不是要强制那个，只要穿有轻盈是才能入场？哦，这个应该还摔不死哦。那就要在路口。可是不行啊！哎呦，哎，摔不死，哎，对啊，我说这个应该还摔不死。要签切结束之类的。签切结束，你死掉的学费与我无关。对，与我无关哦。刚校长说那个摔不死的，就真的摔不死。对啊，校长认证摔不死哦。你如果死了，你自己的问题。问题啊。啊，这不满险进来啊，好啊。啊，如果你真的很怕了哈，请去买保险哈。请看清一次。现在我不知道轻松高校有没有保险。那个之前有人想做啊，但做不起、啊。知道有人想帮忙保，但是做不起来。酱油还是一直亏本。哦，好像还没亏啦。他就说就是讲讲啦，公公呀。嗯、啊，不该抓的。别急，你现在就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柱子不一样高，那个还没盖完，你们都很急。哎、欸，你怎么每次盖房子都有人这样啊？一次盖东西就有一堆人在那边挤，真的是不一样高。
团团，你那边没补到。我跟你说，因为我管虎个性，你们再这样讲，我就真的盖不一样高。啊，我就盖不一样高、啊。我就真的故意盖这样啊！我原本没有，我原本打算好好盖的哦。哎呦喂，我掉下来了，然后就被校长把它砍一半了。校长直接来，校长生气，怎么可以盖这样高？真是的、欸，为什么每次盖东西都大家都那么急啊？真是，真是的，真是是的，真是。皇上不然后都要让我生气。都让我气气气！哎呦呀，掉进洞里了。对，我刚差点被停电死光，刚差点进洞，然后古一在上面准备要炸。哎呦，我终于上来了。这洞真的是飞不太起来。刚好是那个，因为我天花板，我点到天花板。然后我已经看不到你了，你回去了。是啊，我回家了。那我想说，怎么没看到你高到已经见不到人了？没有啦。哦，团团，我都已经看不到你了，盖太高了。盖不一样高，校长直接说是违建。他说要爆，他说要拆除。哎呦，我有听到声音。违建拆，那你要拆，你也是蛮累的。有他直接指令。欸、他们一直帮我把怪引过去，你看路口。哇哦，感谢你哦。墓园改建计划又快完成了，快完成了，这已经改第二次、第三次了吧？不会再改了，不会再改了。恭喜发财！这里吗？到底是缺哪一只啊？这是哪里？啊！我在砍树，你为什么跑过来？我说你刚刚在那个盖的附近。没有，我在砍树啦。没啦，我在砍树你了。这砍树那个有进来了吗？还是还没有？还没。那个、哦、还没啊。然后看起来超酷的。刚刚有测试。测试包哪里出问题？就包怪怪的。嗯。哦。然后屯的房子差点不见。没有啦。没有吧？没有砍到。没有啦，没有啦。不要吓他。不要乱讲、啊。对，等一下就真的不见了。下秒让你的房子不见。对啊，等一下就真的不见了。然后做出指令，挖一挖死因不见。哦哟，那也要会写啦。Slime，给我打一只，给我打一只。你怎么自己跑？这，有。你怎么自己跑？他还学你耶。学一下。好像哦。这是。石头棒哦。最棒了！今天是不是都没有话题啊？对啊，没关系。你怎么知道？哇，你竟然意识到了！没有，你我意识到就你都意识到就觉得好像、今天好像大家都要是我在 play， 没有在 talk。那就交给你吧。哦，我只知道我今天狂睡猛睡，因为我昨天早上6点才睡。干嘛？还另外一个时光屋啊！我把狂赌之渊看完了，好爽。哦，不是啊，哇哦！可是你之前不是没有我把一看完，我把 XX 看完了。XX 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好像没有看过？第二季啊？哦，第二季就叫 XX 哦。啊，好，我把它看完。我以为是类似那种奇怪的网站会出现的那种版本。我载错了狂赌之渊吗？那个吗？哎呦，狂赌之渊真人版这样子吗？我怎么载错了？狂赌之渊，狂赌！哇，记你说什么？你说搞不好真的有。我们去找。是真的有真人版 ，Netflix 有。我想说，你说真的有真人版也没有那个吧？有那个啊，不是吧？没有，他就只是把动漫的剧情怎么倒移植过去。倒动漫。哦哟、不行啊！你们都好不 OK 啊？应该是有啦。安，你看完第二季，你觉得如何？一跟二，就是我没有要你讲爆的意思，就是纯粹你的感觉，你觉得一比较好看还是？就觉得。一跟二都会有一个大 boss 吧，觉得二的大 boss 就还好，硬凑上去对不对？对，二的大 boss 就还好。哎、他进你不看吗？那部也很棒哎、虽然那个演绎你可能会受不了，因为他比三人娘还可怕。反正把老婆看完就看那个啊。啊，可以，没有问题。搞不好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新的老婆啊。哎、对啊，好多、哦，你梦子很香哎。是啦。欸、超香的感觉是杰克会哈的类型吗？对，我哈，
啊，你不是喜欢 S 一点的？拉耶，拉什么？真字魔嘞？不要，可以啦，不可以，可以啦。我连抽到他都不想抽到，哎、欸，还好我没抽到。有他的粉丝会很难过，不会，他粉丝很少。哎、欸，你怎么没有粉丝少？哇、哦，直接引战、欸！哇，你直接引战啊！不是，他真的。不行，我觉得这很不行。哎、欸，搞不好就有人喜欢这一位呢。哎呦，对啊，直接引战，直接引战啊！可以，直接引战啊！好哭啦！别克快，快什么？要更快啊！为什么要摔死？还有火把没插吗？不是，好多好多小编打不完。小编啊啊！这样没事没事，上脚一块而已。来看一下你伤害多少，七加九。哎呦，不要羞辱我。没有没有。啊，所以，你们都是会属于一旦封了一个动漫，就会一路看到，就是熬夜也看到底的那种。我是看爆哎、欸，我这一部就是他妈看爆哦，我就是很这一部没有，我应该是说我想要看到一个段落。但他没有那个段落在，就结束啦。那是结束的段落，不是有时候可能中间还是有个小段落。第一集到第十二集这样子，就可能应该大家都看《鬼灭》吧？有啊，就可能鬼灭一刚开始，跟可能直接打到石头被破开这样子，那很多哎、欸，我的天、啊，这大概是这样的段落，把它看完。你知道我才肯睡觉。那我都是属于那种我会想要让我吃饭的时候有东西看，所以我不太敢看那么多，大部分啦，直接看爆。但是也有几个例外啦，其他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对吧、啊？但是我也是有个例外，会不小心一路看到底，也是有啦，但是比较少一点。嗯，这边是什么、啊？好好奇哦。好了，墓园打完了，耶、啊！也不会再打到火把了，耶、yeah ！太好了，太好了！哇，我那个下面后来都给你们改，好赞哦、喔！因为使用者付费，对吧、啊？原本是我要改的，我改的后来都没去改，嘿嘿。就是看怎样刷怪比较大比较方便。你不是也是都已经盖差不多？没有，其实差很多。我还想内装的。对，我内装还没做啊，等这个之后看有没有兴致再说吧。我盖东西都是看兴致的，嗯，兴致蓬蓬的，我兴致来了再说。蓬蓬，哎，影院你有打过蛛丝兽吗？有，蛛丝你怎么引过去的、啊？兽是什么、啊？你要放在船上，把它载出去，载回金界，当那个布兽那个猪啦。大猪猪地狱那个猪，蛛丝兽是那个呢？猪尾、欸，对啊，猪布兽就是那个布兽的现世吗？对啊，拿到现实，对。哦，对啊，会长不一样吗？它变僵尸的、啊，变僵尸的，就像猪、僵尸猪人一样。布林跟僵尸猪布林。哦。So this name, yay. 你是从哪个门带过去？还是我们家附近那边、他那时候好像是刚好有是在那个之前海洋那边吗？压制凋零的那边哦，海洋那里啦，对，外面就是海洋，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那个 Yoi 的那个大赛、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不是 Yoi 那边，就压制、就是按钮地狱那边，按钮压制，对，按钮压制那边，我那边也有。对，好啊，见你，然后测试一下看怎样，差不多100，100%的话就必定出发了。你帮我去命个名吧，我想要命名吗？好，然后重启一下，穷尽一下这一局。你有命名牌？命名牌？对，我穷，我没有命名牌。不要，我跟村民换。你瞧一下，命名。嗨嗨嗨嗨，你好。哦嗨。好，想要又没话题了。哎、欸，你怎么下来了？下一个话题。
哇，哎、欸，我觉得我听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感动的。只是说，只是说，我看自己想话题哦。你来 Q 哎、欸，以前你都那么抗拒。啊，又我了哦！哦，又我了。对啊，好像又来就好，我来讲。我来，我来。就是我也想再试一只。哦，那我今天不是来自由圈。好好。然后我今天不是那个早上六点来睡，我吃完早点来睡，然后我就今天睡爆，然后就下午才起来，然后我做了一连串的梦，然后还有结束，感觉超爽的。为什么啊？就是爽，没有，就是。做梦不是通常会断一半之类的，通常是会，或者是突然惊醒，然后就你有个 ending， 嗯，然后就今天做梦就做到一个 ending， 就好爽哦，有始有终的感觉。那、啊、你有记起来啊？可是没有特别记起来，但是偏末日类的。哈，为什么你们都那么爱做末日梦啊？我不知道啊。啊，又来了，欢迎回来！哇，你们一起来哎、欸啊，好开心哦！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吗？都没停电，只有酱油有停电。所以你刚刚都是在干嘛？刚刚我这里一片黑耶，外面也一片黑耶，只看得到那个别人的灯，想照就是骑车照过来，然后路灯什么全都暗的。没有拍照啊？想看？我本来想拍，后面没有拍。哇！啊、反正可是有一两间是亮的，就是 VIP 那个，就是我家对面的楼下是亮的，然后他隔壁也是亮的。哎、欸，剩下全都暗的。自己家有发电机啊？嗯、啊！他们家有发电机也太那个了吧！哇，那个是不是充值 VIP？ 我也要。对啊，没有，你们可以赶上那个乐透。对，没错，我们要赶回来乐透。哎，还好可以。你还有14分钟，14分钟。那我们刚刚在等啊，然后我跟阿汪两个就用手，我是用手机，然后在另外那个地铁那边，然后两个在聊天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停电啊？会停电吗？我觉得好像不会停了、欸，可是我不敢开电脑，我怕等下开了它又突然停。直接不要开。对啊。然后我们刚一直想说我们两个是同一区，因为我们上次停电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结果后来发现我们两个是不同区的。哎，假的？对啊。他是第一区，我是西区。对啊，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这边，啊，你怎么没停啊？我也没停啊，啊，这里我怎么停的？为什么我停啊？哎、欸，我刚刚外面超黑耶，我觉得超可怕的。没有，我们说应该是因为他这是说部分区域，所以就算你是 CD 也不是全部。谢谢大家，我要签乐透了，再见。不用签乐透啊，你一直在中乐透呢。对啊，你太很多了啦。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再中一次啊？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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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你再中就引起民怨了啦。而且我跟你们说，因为那个什么就是很暗嘛，然后我家阿呆在那边绕圈圈，然后我就跟我舅舅还有阿呆，然后跑到阳台，然后就看到两台车，不，差点撞在一起，因为太暗了。哦，我觉得不是还不会有红绿灯吗？对啊，挺危险的，超危险。啊，如果没有人指挥，超危险。束了没束了，现在电应该都慢慢都基本上都回来了、嗯，对啊，听说提早结束吧，对对，就会恢复正常、欸，正常供电，嗯，电量又回来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好，恢复了，恢复了，没代志呢，不如下一季哦，买好多，还到了，对啊，你怎么买那么多啊？不想按到了、哦。你是不是按到？是不是？我刚才按了 shoot 的点，算了，全部钻石捐出去了。没事没事，我的钱包有先收好一部分。好，你有买到你想要的吗？没有啊。哦，哎呀，可惜，可惜，嗯，不能退费的。没事，我已经看开，没有暴力这件事情，我就已经看开了。什么意思？你要什么意思？想收不要，好吧，不行，可以到我穿在身上可以到84%。你是搭什么？有副手武器，然后鞋子。你有要留吗？什么有要留吗？我想收。你说他身上其他的是不是？你说其他部件收一收，这是。
好吧，再我自己来搞一件好了。哎、欸，对耶，突然想到，哎，那这样子的话，嗯、像小雨啊、阿旺跟酱油他们，这样等于就是下一次才是第一次盖耶。对啊，我也还没盖，我也还没盖啊，大家都差不多了，只有我跟你啊。对，我在想要怎么弄啊？对啊，有人在上面聊天，我刚刚开手机看，然后看你在聊天，本来想进去，后面想算，等下没电怎么办？聊好了，我们就在那边聊说，到底会不会停啊？对啊。我上礼拜发生一件事情让我火大很久，火大怎样？这让我觉得很不爽。爱在怎么了？没有啦，就我们之前不是有时候晚上会打咯，然后不是超晚才睡，对、嗯，然后就是大概三点多吧，就想说上个厕所可以来睡，然后我就去上厕所，然后一进厕所闻到超重的香肠味。不是吗？没有冬水吗？不是，因为他这边大楼的那个设计，我们厕所的窗户外面就是对着隔壁的阳台。嗯，然后所以他隔壁只要有煮东西，味道都会超重。啊，半夜吃上面呢？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点香肠的味道超重的。没有，你懂不懂？那个是暗示。我这是的、欸、他们隔壁那个在暗示，我的吃香肠、啊，吃香肠的大半夜的，然后上厕所搞得我肚子超饿的。哦，原来是因为肚子饿啊！我还想说你会扰那个味道扰民，就居然只是超饿哎、欸！吃香肠的时间到了，互相吃。哦天，超火大！干嘛半夜闻到香肠味道很香哎、欸？有人想到什么了？好像只有你想哎、欸！哦，哎不 OK， 柴火了柴火了，对啊，是是那个、啊、三点到了就是要吃香肠柴火。你结婚在哪？在家。不是要拿回去了吗？你没有想还我吗？没有啊，没有还你啊。有啦有啦，没有还啦，没有没有还啦，没有啊，没有啊，他没有还你。你误会了什么吗？什么？要给我的。不好意思啊，小气点，小气一点。对，他四排幸运的衣服啊，那这样加一加会多少？他去这边。哎，你好。哦。你可以那个帮我做地狱门吗？要带材料过去吗？我材料，我材料。好。哎。哎呀，为什么又变更高了？你在干嘛？我刚刚又用了一件裤子。哇，好像这样子就可以了，过100%就好了，差不多100%就好了。板青在哪里？在家。拿不到你，先过去。还你。我在家。乐。在家了。要讲到僵尸化，那记得要帮我，我也要打一只，因为我上一次那只命名的有可能没有计算到。好，命名，对，你们刚刚说命名可能会改 tag 之类的，对啊，改 tag， 对，就是那个打怪物那个什么几只啊，三十几，三十七，哦，那个有差哦，怕有差，怕在测试啊。对，因为我现在我已经想不到我到底还缺哪一只了。哦，因为这个算我这个看到他加一的。好，耶、yeah. ，那就再找一只加一，加一，再找一只。这里是有猎人神圣品，耶、oh. yeah. 啊。这里这个按钮真的是哦天哪，这样好看对不对？所以你总有打算把它搬到把它挖平？那边太杂了，很难压制，范围周围空洞那些地方太多平台。
我家族生史莱姆啊，刚才有人需要史莱姆呢，对，真的，你可以先打。家那边是史莱姆，其实它不是蛮就是生出来蛮稀奇的吗？是我家不是创科啊，对啊，从我家流过去的啊，跳过去的，跑过去的，它是最大只的那个哎、欸，它进不了我的门。哇，你家里面、喔、有东西可以吃哎、欸，家里面，我想说我一起进门然后就。他来做客啦，哈哈，啪叽啪叽，哈哈，匿名啊，把他包起来，没办法，我已经把他杀了。你哦哦，良心那么惨的，他变成十二个 SM， 我来来来来，我来，分一分解，嗯，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啊，电梯下喽，下楼喽，反正没有爆撞啊。啊、有电防炮，好好好。哎呦，一直摔，啊这个，还撑着电梯下喽，退回原本的样子。哈哈，最初的。Hello， 嗨嗨，你没有？那你有十组钻石啊？慢慢对啊，你有十组哎、欸，你有一组的钻，其实哇，好，你先过去，好。我只是把每次赚到的东西都慢慢的使用走、欸，丢回去，做个标志。这边这只，好，感谢感谢，不是这只，这一只啦。啊，它怎么变绿绿的了？它怎么绿绿的？我很用赞了，绿绿的就不行了。哎、欸，没有，它后来转化的时候就变掉了，就变回来了。应该是。哈哈，这么刚好，突然变绿绿的，就是那段时间我去刷中介买，好了，想说赌一波，大家快笑他，我要砍死他，那是不知道缺哪一只啊，好烦哦！大会报告，我把今天赚的全部都再吐回去了。恭喜你，恭喜啦！恭喜！那今日赚今日币啊！对啊，今日赚今日币。日光啊！日光族，日光族。真的耶，日光族。这个五，这个坎一直过不去耶。我没调、哦，不是我，别碰我。啊，一切都是几率啊！假的，都是假的。想过那个坎啊，嗯，你没有戴那个啊，分类帽啊。分类帽。那你分类帽，我不知道放在哪，哎、欸，忘记放在哪了。分类帽。哎、欸，忘记是看哪一个的，然后我已经忘记前后文的。我刚刚就在讲说分类帽戴，然后如果是那种超级坏人戴上去，那帽子会不会直接讲阿兹卡班？阿兹卡班也太坏了，直接送进去，直接送进去了吗？预防性积压、欸。对啊，哦、我要是在现场，我就会直接笑出来。哈哈，被抓包了吼。啊，是我啦，阿兹卡班。他是旧代，又旧代，旧代。哎、欸，接下来目标就是用出一把高掠夺的剑。哦，你那个好不容易冲到五阶的，直接爆开。因为其实我一直就是五三二五三这样子来，一直来回，一直来回。我东西有毒啦，换一把了。啊，爆一爆啦，有毒啦。下一把会更好。真的，这把有毒。欸、不过真的有些东西很可怕哎、欸，像我之前玩复制不好，一直洗一个东西，原本就是什么要罕见上传说什么的。嗯，就是他洗了好像半年吧，一直不跳传说，然后我直接把那个东西气到直接丢掉，然后直接再用重新用一个礼拜就上传说了。哦，我记得你说那个，哎，杰克来吧，
啊，觉得那个就是那很毒哎、欸，就跟那个啊，你玩抽卡游戏有分欧账跟非账，对啊，就是有些就是特别、啊。我觉得我真的很相信哎、欸，就是你创好账号之后，就注定这只是欧的还是非的。嗯，从你的新手十连就可以看出来。对啊，就有一些就前面很欧，后面就是很歐不是吗？不是吗？停下，不是呀，你笑死，你笑死。啊！你怎么死了？啊！你怎么了？你晚上打？你要不要 TP 下去？你要不要 TP 下去？快飞！啊！对，没事，我在讲。嗯，我忘了带汤。汤哦，太汤了。开讲了，开讲了，那我是不是要回去了？诶，可是应该不会中了。啊！到底是谁呢？不会中啊，不会中啊！你们吸到二十多，恭喜波波，第一次吗？啊，他的欢呼声直接出不来，他直接不见了，他直接关麦，他不想要关，直接不想跟我们讲话。原来我没开到麦，是不是？哦，啊，那我知道了，我们以后开奖，那我们就帮波波了分一分好了啦。我们刚刚应该赶快喊，中奖一号，两次，三次，刘彪下一个，刘彪，刘彪，这是谁的狗啊？不是我的，我没狗。我也没有，好吧，狗狗我也没有，我好像也没有狗狗。哎、欸，这次只有这样哦。啊、哪里啊？三个人我们在打 BOSS 的钻石啊、哦！谢谢各位，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你竟然不谢谢校长？对、嗯、哦，谢谢校长，不要发钱给你了。他做了这个系统，你竟然不谢谢他？谢谢校长。收他钱，收他钱，不要犟了。不要撞哦，难得哎、欸！撞哦耶，他好开心啊！你是第一次在这里面中奖是不是啊？就是高校的话，对呀、啊。哇，会不会搞到最后都没中的，就一样是当初的那三个人嘞、欸？那是真的很惨哎、欸欸！小友中过了不是吗？啊，对，小雨刚有中过了，所以没有，不是，哎，一次，忘记一次，一次，什么叛徒？走一步啦，先走喽。哎，哦，我的剑不见了，吓死我了。哎，校长呢？校长，校长，哭了。校长去哭了，校长跑去哭了。校长，有他飞过来了，他撞墙了。我看校长受伤了吗？经济独立了，他经过地方有泪水，受伤了，对不对？不要哭了。他是被霸凌啊！校长是被霸凌了。哎呀呀呀！有了有了有了！来校长，好难过，太难过了。我刚早上你是买二十号，嗯。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吧。太低了，校长，校长超难过的，刚刚副本没打成功，又没中奖。对啊，哇，校长今天赚不了任何钱。我们下一次再，应该说这个密室逃脱，我们三个礼拜好了啦，改三个礼拜，三个礼拜 ，OK OK， 好。对，辛苦大家啦！恭喜，考考考考考考，哎呀，信，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我先存一存。这把好像还可以耶，想把它洗一下。锋利掠夺，哇，它锋利了。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白星，我下次见啦，拜拜，我舌头好痛哦，拜拜咯，哎呀小心哦，能在家就在家，不要出门哦，很危险哦，拜拜。